大家好，我是当当。这一集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一款小凉鞋。我们根据前面的视频勾好这样一款双层鞋底，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找出鞋头的位置，拿出大头针，在大概中间的位置这样插入一下。这个鞋头呢，我们呢找16针左右，往左右两边数，各数8针。往这边数的时候呢，我们带上这个大头针，这一针2 4 6 8，做一个记号。这边呢就不带大头针了，2 4 6 8，做个记号。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记号扣呢，我们一定要让它呢是平行的。大家看我这个，比较明显，这边这个记号扣呢就向下了。那我们呢可以对它呢进行调整一下。这个呢鞋头呢是16针左右，就没有必要非常严格的一定要16针。我们呢可以把这个呢向上来一针。这样呢，让它呢在一条水平线上，或者大家你看，16针的鞋头呢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如果想让这个鞋头呢更小一点，可以呢少几针，更大一点呢可以多几针。这个呢大家呢可以自己来调节一下。做完这个记号之后呢，我们开始勾前面这个部分。前面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勾了3条带子，然后用变辫子的方法把它呢编起来之后进行缝合来形成的。大家看我拿这个鞋底的方向，让鞋头部分，也就是这个稍微大一些的这个部分呢，对着自己的右手，把这个记号扣呢取下来，钩针插入进去。然后把这个线呢挂在钩针上面，拉出来，现在呢，我们开始立辫子针。那这个辫子针呢，我们大概勾18到20个辫子左右。这个具体情况呢，我们要根据自家宝宝脚丫的胖瘦。我们如果勾的针数立的辫子呢多一些的话呢，这个部分呢就会稍微高一些。就是相当于这个鞋背呢会高一些，如果我们这个辫子少一些的话呢，它就相对的会矮一些。所以大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如果宝宝没有出生的话呢，我们就勾18到20个辫子左右，因为这个本身呢也是有弹性的。1 2，就这样立辫子。3 4 5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我呢是立了二十个辫子。不管大家立了多少个辫子，按住最后立的那个辫子，再立一个辫子针，然后呢，回过头来把钩针插入按住了那个辫子，从这个辫子的中间插入进去，我们来钩短针。绕线出来，绕过两个线圈，好，继续在接下来的每一个辫子里面呢，我们都勾一个短针，就是插入辫子中间。继续，辫子中间插入进去，绕线出来，再绕过这两个线圈，插入进去，绕线出来，再绕过这两个线圈。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勾过了，对短针的应该呢是有了解的。再来一个，从辫子的中间插入进去，绕线出来，再勾过两个线圈。好，我们就这样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一直勾到最后一针。我们呢在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辫子，在这个里面呢也勾一个短针。勾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最先留的这个线头呢稍微拉一下，然后呢现在我们在最先，我们就是最先立辫子针的时候插入的那个辫子，就是这个辫子，最先勾的时候我们是从这个辫子里面下针立了二十个辫子，我们现在呢重新回到这个辫子里面，勾一个引拔针，钩针绕线。这个时候呢，钩针上面有两个线圈，再绕过这个线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剪稍微抽一下，拉紧。好，这样的话，第一条带子呢就勾好了。现在我们来勾第二条带子，这个第二条带子呢，从它下面的这一个短，下面这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把钩针呢插入进去。这个可能是刚才我在勾的时候勾的有点紧了。好，这样插入进去，插入进去之后呢，绕线，绕一下线，我们勾引拔针。这个时候钩针上面是有两个线圈的，我们第一个线圈呢从这个线圈里面绕一下，简单的拉一下。现在呢我们开始勾第二条带子，跟第一条带子呢方法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先立二十个辫子，一、二、三、四，然后假设现在我立完二十个辫子了，就跟第一条一样嘛。我立完二十个辫子之后呢，
然后呢我就开始再立一个辫子往回勾短针，一直勾到最后一针这儿。勾完之后呢，我们仍然是从这个辫子，就是最先开始的时候我们起立辫子针插入了这个辫子里做引拔针。现在大家先把这20个辫子给勾好。勾好这20个辫子之后呢，我们仍然是再立一个辫子，回到第20个辫子里面勾短针，然后我们就一路往回勾，在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一直勾到最后一针这儿，大家呢自己把它勾完。我们把这个带子这个短针呢勾好，勾好之后呢回到最先起立辫子针的时候呢，插入了那个辫子，鞋底上这个辫子插入进去，然后绕线出来，再绕过钩针上的这个线圈，我们勾引拔针，拉紧一下。现在呢开始再从下一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这个辫子它旁边的这个辫子，插入进去，我们先勾一个引拔针，绕一下线，再绕过这个线圈，稍微拉紧一下，然后跟第一条和第二条带子的勾法完全一样，我们先立辫子针，然后开始勾短针，大家呢把这个带子呢勾一下。这个第三条带子呢，这个短针呢也勾好了。现在我们仍然是从最先开始起立辫子针的那个这个辫子里面呢插入进去，然后绕线出来，我们来做一个引拔针，抽一下。现在呢这个线呢可以断线了，稍微留的长一点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用大头针呢藏起来。断完线之后，大家来看，这儿有一个线圈，我们把这个小线头从这个线圈里面呢穿一下，抽紧。现在我们拿出大头针，穿上。我们边做边藏这个线头，因为我发现很多新手姐妹呢不知道藏线头。双层鞋底，我们就把这个线呢藏在两个鞋底的中间，从这边下针进去。我这个颜色呢比较重，大家可能看得不太清楚，照着我这种方法来就可以了，把它藏在中间，可以再藏一次。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线在中间呢会硌到宝宝的脚，这是完全不会的。然后断线，现在我们把这个最先开始呢这个线头呢咱们也把它藏一下。这个线头如果大家留的很短的话呢，我们用这个钩针藏是一样的。我这个留的还稍微长一点，可以用这个大头针，跟刚才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呢就把它藏在鞋底的中间。其实藏一次就好。好了，现在呢，我们把这三条带子呢，以变辫子的方法呢，让它形成这样一个麻花辫。那这个变辫子呢，大家应该都是会的，就看大家喜欢紧一些呢，就可以编的紧一些。咱们就是这样来编。但是松紧呢一定要保持基本上呢是一致的，这样变出来呢比较的好看。好，这样。然后我们到这边呢，咱是要进行缝合的，我们一一对应，这样。咱先来做一下记号。这个是最边边的这个辫子，它跟刚才做记号扣的这个辫子呢，这样扣在一起，然后中间的再拿出一个记号扣。这样扣在一起。好，还有这边的，这边我们扣的时候在哪儿扣呢？大家看看这个，这不是勾的小带子吗？勾的小带子这边第一针这儿它是有一个辫子的，我给大家指一下，第一针这边嘛，它是有这样一个小辫子的，我们这样扣起来，一会儿缝合的时候呢也是在这里进行缝合。其实这个也不太要紧，就是我们具体在哪儿缝合。好，这样。现在呢，我们需要拿出一段线。这个线呢不用很长，我们大概有20厘米这个样子，20厘米就足够了。穿入大头针，我们把它呢缝上去。刚才是做了记号扣的吗？三针一一对应，我们把它缝一下。缝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记号扣取掉了。取掉的时候呢，要记着是哪两针，别忘了。这样不行，刚才我下针的方法是错的，因为这样的话线头就露在外面了嘛。我们从这边这个方向下针，看我下针的方向，我们这样下针，这样下针的话，那线头一会儿呢我们可以把它藏在双层鞋底的中间，留一段线头。再来一针。好，然后第二个记号扣这里，把记号扣呢取下来，这个其实呢只要缝合的牢固，具体的方法呢是没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现在呢缝合第三个底后扣，取下来，缝完之后呢，大家看我这边最边边这边，觉得看到没有，有点翘翘的。那我呢可以回去再来一针。大家缝的时候呢也是，我们这个缝合呢是比较灵活的，觉得这边缝的应该再来一针，那就再来一针。因为是同色系的线，所以我们呢缝的时候只要针脚不是说特别大，基本上呢看不出来什么，多缝几次让它呢牢固一些。好，这样缝好之后呢，现在呢这两个线头嘛，大家如果非常担心会脱线的话，我们可以呢打一个小结啊。这个小结呢不会硌到宝宝的脚，放心。打个小结，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线呢就开始藏线了，仍然是藏在鞋底的中间，插入进去。双层鞋底藏线头呢就是非常的简单，藏在中间就好。好，这边，这个是刚才藏那个线头。其实藏一次就好了。好了，这儿呢，这个线头我们呢也是那样藏起来，一模一样的方法。藏在中间。现在呢这个鞋头部分就完成了，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开始勾这个部分后面，这个后面这个鞋后帮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勾了，大家看这个鞋子是勾了七行的短针，又勾了1行的长针。这个呢大家也可以进行调整，就比方说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矮一些的话，我们可以勾6行的短针，再加1行的长针。现在我们开始勾，首先我们要找位置，勾的时候呢下针的地方，大家看从这个鞋带旁这个带子，这是左边，对，最左边的这一针开始，我们数1、2、3、4、5，第五针这里下针，或者大家呢在第四针这里也可以。第一行我们是勾1行的短针，不加不减的勾。首先立一个辫子针，
然后回到刚才立辫子针的这个辫子里面，绕线勾一个短针。接下来我们呢就在每一个辫子里面，这上面的辫子，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一直勾到这边。这边呢咱们可以先用记号扣呢做一下记号，我们先数第五针，一二三四五，第五针这里。当然这个呢大家也可以怎样呢，就是如果说因为做这个很多是新手姐妹，如果手筋的大小不一样的话呢，可能大家会发现我数了五针，两边都是数了五针，但是呢左右两边呢并没有在一条水平线上，那这个呢咱们可以进行调整的，高一些呢就往下面挪一针，它主要的目的不是针数，而是保证平行。好，这个勾了，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勾短针，勾的时候呢大家注意这个线头，最先咱们留的这个线头我们呢把它放在钩针的上方，这样放在上方，这样我们在勾的时候呢直接呢就可以把这个线头呢也藏进去了，藏几针之后呢这个线头呢就可以断线了。在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我们不加不减往前勾，大家呢就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勾，一直呢勾到这个记号扣这里。我们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勾到这边记号扣这里，把记号扣取下来，在记号扣这里呢也勾一个短针。这个新手朋友在勾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辫子呢插不进去，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不熟练嘛。好，这样勾了，这样呢我们第一圈就勾好了。看这个线头，这个是我们最先勾的时候边勾边藏，然后留了这么一小段，剪掉就可以了。好，现在呢我们开始勾第二排。这个第二排呢首先立一个辫子针，我们还要勾短针，反过来开始勾。这个第二排我们在勾的时候呢咱们要进行短针的减针，短针减针呢会让这个鞋尾部呢有一个内收的效果，就是稍微往里面扣一些，这样的话呢不容易掉脚。现在咱们来这个减针的位置呢不用非常准确，我们目测一下，目测最中间部分，这个呢目测一下中间部分，然后呢左右大概是三四针的样子，做记号，一二三四，大概就是四针左右。好，现在呢我们开始勾，没有，好，开始勾。我们开始第一针，第一针呢很多新手朋友呢可能会跳过，大家来看这个辫子是刚才就我手指的这个，好吧，给大家指一下，这个
是刚才我立了一个辫子，然后跟它垂直的这个辫子，这个是我们第一针呢要勾的地方，不要跳过了。勾短针，我们一直不加不减的勾，而且这个勾的时候呢，大家来看这个钩针，那新手朋友在勾的时候呢，我们让这个钩针呢给这个织物形成一个角度，看到没有？这样来，我给大家做个示范，钩针这样插进去之后呢，绕线的时候绕一次线，这样形成一个角度，形成这个角度呢，我们就更容易拉线出来，这样就很轻松了。如果大家这样直来直去的平着来，平着来的话，就是这样，平着来的话就会特别的累手。我们呢可以让它形成这样一个角度，这个都是越勾越熟练的，稍微形成这么一个角度来。好，现在呢到记号扣这里，到记号扣这里之后呢，把这个记号扣呢取下来，大家来看，短针、减针，也就是把两个短针并为一针的方法。钩针呢插入进去，绕线出来，这个时候钩针上面有两个线圈，我们不管它，继续从下一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绕线出来，这个时候钩针上面呢是有三个线圈的，钩针绕线一次性拉过这三个线圈，看到没有，形成一个弧度。哎呦，砸了。好，这样呢我们就把两个短针并为了一针。好，继续呢往下面不加不减的勾。